就是这里呢有一家韩国的素食餐馆。平时呢，我们是很喜欢来这里吃，因为其实韩国的素食餐馆是很少在这里也找得到，而且它的食物呢真的是很好吃。 他们的材料通常是从韩国进口的，所以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有那种道地的感觉。所以，而且他们这里呢，是通过来 scan QR code 来点菜的。他们这里是有一些 specialist 的，所以就想问一下，后面的这家为何不吃素？ 我非常吃素，因为我的胃是很好，希望想到吃素呢可以帮助我吃糖啊，还有一些素食、蛋口，那么它这个蛮好吃的，有换类啊、面类可以吃啊。我是几乎每天午餐呢去光顾它的，晚上我还是会想吃肉。 我就对肉呢，就是没有那种欲望我想吃了那么从那时到现在呢，就是大概1年半吧，已经全素了。哇！婉玲呢，你是怎么开始？我是在去年回台湾受证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开始慢慢减少吃肉了，所以就在受证开始之后就已经完全的吃素了。所以我觉得吃素了之后，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变得比较健康，而且。 容易生病。然后杨敏呢，你是什么因缘吃素呢？呀，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台湾花莲参加民宿的国际论坛的时候，吃到很好吃的素食。当下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在新加坡要是有这么好吃的素食的话，我愿意天天吃素。所以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慢慢的减少肉类的摄取。 婉玲来说一说吧。所以如果要摄取完整的植物性蛋白质呢，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方式来摄取。比如说糙米的话，我们会和豆类一起混着吃；然后要不然就是糙米可以和种子一起吃，要不然是糙米和那个小麦一起吃，要不然就是糙米可以和坚果一起吃。呀，所以如果有些小朋友不太喜欢吃糙米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说豆类可以和玉米一起吃，也可以达到那种我们身体所需要的8种氨基酸。 呀，所以要怎么吃法呢？因为我们吃了这个植物性蛋白质呢，为了要更好的吸收它的营养，我们可以在饭后的2个小时之内可以吃1份水果，比如讲说苹果啊、orange 啊，还是 kiwi， 还是就是1份水果啦，呀，来帮助提高你的维生素 C 吸收力。呀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要吃多少 的分量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，其实就是如果以1份的蛋白质豆干的话，我们可以摄取一块和1/4。如果是豆腐的话呢，我们就吃它的半盒的豆腐；如果是毛豆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以这个碗的半份来摄取；如果是以那个坚果类的话呢，坚果类我们是通常比较鼓励说1天只吃1-2份，就是以这样的 size 来衡量就好了，1天最多1-2汤匙，不要超过啦。然后如果是以植物奶还是豆奶的话呢，其实它们都含有植物性蛋白质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呀。所以就想问说，梁敏，你是这么的坚持吃素6年了呀，所以我觉得说素食肯定是有它的好处，然后想问一下你什么好的素食？那我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。其实我们吃，好像听你们都讲了，其实有身体出现状况啦，我也是身体出现状况啦。 所以我们选择吃素，所以这也是说明说素食能够疗养我们的身体，保持健康。其实看看我们以前的口蹄疫啊、猪瘟啊、鸡瘟，还有 flu 啊、SARS 啊，现在的 COVID-19 啊，这些都是跟动物直接有联系的。所以动物的感染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也是会，我们人类的身体也是会污染。所以我们还是减少肉类的吃，因为 肉食者呢，通常从肉类吸收到的动物性的油脂，还有毒素，还有吸收到他们的细菌感染，它就会我们的身体累积久的话呢，那就会入侵我们的身体，就会生病。那当中呢，我们就会像我的小孩子哈。 我2个孩子，刚才婉玲有提到说小孩子吃糙米会很难嘛，哈。像我糙米，我就在家里面我会泡过夜，然后就跟一些黄豆啊，还有那个鹰嘴豆放在一起过面煮，大家都小孩子就可以吃到，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营养。再加上我就会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坚果类，放一个小盘子里面，让小孩子主动的吃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子的蛋白质，好像我们。 好像broccoli啊，有很多蛋白质的，所以我孩子吃可以提高我们的蛋白质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再来到介绍这些韩国素食餐，我的是刀削面。我们做一下给大家吃，吃给大家看。哦 ，OK， 刀削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它里面有菠菜carrot， 还有那些 seaweed。 zucchini、mushroom， 还有豆芽，还有豆腐。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植物性蛋白，还有蔬菜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素食餐，而且它是韩国版的刀削面呀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开动哦。什么？先stir一下。哦，先stir一下。哇哦！刀削面的感觉啊。啊，是因为这个是韩国版的刀削面，这个不是刀削面啊，韩国版的刀削面。韩国版的刀削面，一般我们吃刀削面都是中国的，都是很多肉食的啊。所以吃素的话，所以想要吃素的可以选择韩国式的刀削面咯。对呀，很好吃的。刀削面在哪里？这是韩国式的刀削面。这个是刀削面，这个店的店名，这碗面就是叫做刀削面。呀，所以我们开始说，它的面很软，这么没有辣的感觉。韩国人会吃没有辣的东西吗？对，所以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我的口味啦。所以不理，我的是番薯冬粉，我的是番薯冬粉，对，这个是它有放着蘑菇啊，还有豆芽啊，那么就是还有菠菜，刚才就是有很好的这个植物蛋白质哦。 好吃哦，好多哦！你看，给你什么冬粉？这是番薯冬粉啊，是用番薯，是用番薯做的，冬粉是用番薯做的，是，对啊。那么我第一次尝试这一套菜了哦，那么它很有。 这个很高的植物蛋白质，因为有蘑菇、有豆芽，还有这个菠菜。蘑菇、豆芽、菠菜就够了。好，看我。好吃。所以梁敏呢，你又叫了什么美食？我叫了韩国。这个比较是韩国的东西啊。因为我喜欢吃韩国菜，这个是韩国的 kimchi soup， 也是超好吃。对，在以前还没有吃素之前，我很想吃韩国的泡菜汤哦，可是很难找得到这么好吃的韩国素的啦，所以。 这些都是素食店来的，所以就会比较不用担心他们放了些什么肉汤啊、什么酱啊，这里面有一些它被它紫米很健康，还有是豆干，所以搭配起来我们就有足够的蛋白质，还有那个豆腐，还有我们的carrot。 还有韩国泡菜哦，韩国的泡菜很好，是因为它会有发酵过的，就会对我们肠道很好的很好的好菌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。还有豆腐哦，对，来，梁敏，这是你最喜欢的，是你 order 的吧？是我 order 的，因为我们要今天主题是蛋白质嘛，我们有讲过豆干呐、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喜欢吃辣的，就是不同的口味，因为我们中国煮炒都是麻婆豆腐啦，其他的，但今天是韩国式的辣味的豆腐。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很好吃。来，吃过的哇，吃给大家看这个，对，这个是。而且大口吃没关系的。因为我切开，其实它的豆腐豆干啊很嫩的，所以很好吃哦，会有一点点辣，辣的感觉吗？其实我不是很辣，因为我是很会吃辣的人。 这个，它不会，也不会辣，因为我不会吃辣咯。它有泡菜很强的那个发酵过的味道，就是有点酸辣的感觉。是，我很喜欢吃酸辣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来吃素哦。 还有就是要守护他们的生命啊，因为如果我们吃素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就是保护动物，就是可以直接也是对我们的地球生命是环保呀，所以是每一秒我们可以救24431秒，不少，1秒2443的动物哦，对。 记得来吃素，记得要来吃素哦！拜拜！还有记得收看我们的下一集。我已经不了，好紧张，我只讲的是下面我这是不会饿了，因为我之后我们讲到。开。